头条开讲频道开会员喽，邀请您加入会员，加会员支持头条开讲，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这次呢，看到德国政府宣布接管俄国的石油公司在德国的业务，以确保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后中断的能源供应了。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俄国石油公司的德国子企业大约是占德国炼油产能的12%哦。那么炼油厂运作一中断，然后德国政府决定要削减这个俄国石油的进口，年底之前说要完全的停止进口。不过现在他掌握了这个炼油的话，炼油厂的话，那就是可以解决一些他的能源的问题吗？不，炼油厂还是要有原料啊。没有原油他要炼什么呢？把这个啊，我坦白讲是互相报复了。你说德国这个国家真的敢给人家没收吗？基本上他事实上就是冻结啊，谁就是把那个 Rosneft， 对 ，Rosneft 就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嘛，是他们本来是合资嘛，那他现在要把人家的股权吃掉。强制吃掉、啊、是，那这个不就跟沙哈林把日本赶走一样吗？对啊，对，那日本也不愿意走啊。对，沙哈林二号的原油现在正在买啊，然后日本就乖乖的跟他买。是啊，因为没有办法、啊、是，所以我说这个我估计啦，就是德国也是很生气啦，说你把我的北溪一号给关了啊、那北溪一号事实上德国就占了很大的比例嘛。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互相报复的措施了，是，这个不会持久啊。哦，重点就是每次都是先出手，不是因为德国不可能跟俄罗斯真的没有关系嘛？这个就是俄乌战争造成的嘛。是，就像你说俄乌战争如果停火了，那这个可不可以协调？当然可以协调啊。是，对啊。重点就是炼油，你拿什么来炼？事实上 ，Rosneft 在欧洲有很多的投资了。这个德国只是做的比较激烈，就直接把人家吃了啦、意大利也是他的、奥地利也是他的、都是 Rosneft、还有荷兰啊、那可是那些国家没有这样做嘛，是，就是这样啊，所以就等着看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欧盟执委会一直想方设法，都是希望能够要对付俄罗斯，包括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价格要定个天花板哦。那么他们在周三提出暂时干预市场的方案，透过电价用电双向紧急迫降，从能源业者去抽出1421欧元的暴利，缓解危机。所以谢大使，我们听到的就是很简单嘛，你可能是不是太难定那个价格的上限，或者是配合度不高，所以我就来课这个暴利税。但是你从能源业者要去抽出这样上千亿欧元的暴利，真的能够缓解危机吗？打了个问号。抽税永远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它永远都会再转嫁到这个消费者身上啊。这个我不晓得欧洲人他真的有把握抽税就不会，人家生意人就心甘情愿的就缴税啊。你叫人家倒闭啊，或者一点都赚不到，不太可能啊。我觉得政府的税收为什么它会调整，它基本的这个利率为什么调整，基本上你税收太高了，你物价就涨了。对，它一定生意基本上是杀头的生意没人做嘛，不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谁做啊？所以你征税，你征暴利税，你征什么税？到最后你就是看到它转嫁到消费者，最后就是你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能源的价格就不断往上走啊，这是我觉得必然的。所以我也不晓得，我真的怀疑他们这些欧洲领导人啊，真的不是智慧问题，是智商问题啊。哎呦，好，但你看哦，现在欧洲的国家还在为这个能源在苦恼的同时，现在呢，反而是俄罗斯的天然气要经由另外这条路从。这个我补充一下了啊，他就是说能源业者赚了太多钱。对。那因为比如说德国就印了，也不是要印了，就是财政支出就增加651亿欧元，来补贴中下群众。那这个钱要从哪里来？他就说你能源业者赚那么多，那吐一点出来啊，就这个意思啊。是，所以就给你拉高了能源业者的税。是，不然他没有财政来源啊。是啊，但是因为大家也没有收入，又没有增加，那大部分的企业
都受伤啊，就只有能源业者赚大钱啊。哎，但是不是很多能源业者他们也要靠补贴了吗？不，你我知道你讲的是 Uniper 那一种啊，那个已经快倒了啦啊，因为他要做金融的期货来做那个对冲啊，可是很多能源业者还是赚大钱啊。他这个当然是有对象的啦，比较大的一些，所以可是就好像拜登要征富人税一样嘛，因为没钱了嘛，这样啊。哪那么简单？你欧盟执委会，你通过这个决议，你还要各国税是国税耶，是啦，是国家税，你要经过国会同意的，就丢一个 idea 出来。对呀，你要经过各国的国会同意。对，因为这是国税，国税是要经过这个那个国会的同意。不，欧盟没有课税权。对嘛？你欧盟哪有课税权？你还要各国的国会要同意。对，各国国会不同意，你如何给他课税？就无法执行了。无法，而且呢，你的税你怎么单独对一种行业的去课税？这会被告啊！这个以后那个官司打得没完没了。不是，因为只有他赚最多钱。是，因为人家赚了很多钱，就给他这样课税，税是要平均式的，而不是说对某个行业特别课税。所以麻烦就是在于说，欧盟执委会他可以喊嘛，但是其他的国家做不做，那就另外一回事喽。哎，可是你看啊，这个天然气要从俄罗斯经由蒙古到中国大陆，也就是我们谈到西伯利亚之力二号。那么事实上呢，它这个说一年500亿立方公尺天然气哦，那照这样来讲的话，哎，蛮补的哈，对，赖老师。哦，这很补，但是这是2020年以后才会成案，目前还在研究评估的当中。对，俄国有提出这个方案，是这个方案如果一旦通过了，因为他一定要寻找资方，例如说他要经过蒙古这条线，他要经过蒙古这条线，那当然就是说你整个管线是不是中俄合资，就好像北溪二号线，北溪二号线是中欧，欧洲是5个国家，以德国为首，还有法国参加，5个国家都是能源公司，各出一半的钱，合组一家公司，股份都各50%，是，然后把这个北溪二号线拉起来，每一年的这个年输送量是560亿立方米，这个完全可以满足欧洲的需要，而且这条线已经建成了，开始供气了以后，俄国的天然气就会绕过乌克兰，那这样的话欧洲就能够很稳定的拿到天然气，现在的情形是如果中俄合资公司把这条那个西伯利亚二号线建立起来，对，这代表整个俄国的能源政策、经济产业政策转向亚洲，这个影响会很大，这个对俄国的未来的转向往亚洲的方向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对，的确如此哦。那但现在呢，回到美国自己本身的经济问题哦，我想我们可以关注的是拜登政府到底要怎么做呢？其实他现在做的很多的事情哦，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对，他现在你看好，15号又签了一个行政命令了啊，强化对外国的投资交易的国家安全审查，保护它的关键技术以及供应链安全。那么白宫还特别强调说，这次是聚焦竞争或是敌对国家在美国的投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如今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之前有一个这个降低通膨法案，特别其中对于电动车的补贴大家非常的关注。那但是它会影响所及，冲击到什么呢？不仅仅是冲击到韩国，难不成亮哥他还冲击到了德国吗？因为本来要去德国设厂的特斯拉传出又要暂停啊制造电池的计划。因为什么？因为可能回来美国生产的话，制造成本会因为享有租税的优惠，制造成本要下降1/3以上。那德国的经济部长说没听过，但是如果真有歧视了的话，那美国等于就是想方设法，它不仅仅是要符合它美国自身的利益，为了它的利益之外，它可以去牺牲它的好朋友们的利益啊，亮哥。美国哪好朋友？美国连英国的利益都可以牺牲啊，加拿大的利益都可以牺牲，德国算什么朋友？讲得好白啊！那个你不要做梦了啦！美国、英国还打过仗，跟加拿大还打过仗，你不要忘了。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啦，就是美国要把他的企业吸回来，制造就业嘛。是是。这个就是拜登的政策啊，他管你的，对不对？真的不管你耶。他还不是把三星啊，还有台积电都叫去美国，是创造他的就业。所以对德国，而且这个是美国企业，
对，对某个企业当然如此嘛，这有什么稀奇呢？对不对？对，所以啊，这个现在你看德国会不会紧张啊？本来有一个设厂的计划，有这个外来的投资，难不成真的就泡汤了吗？又是被美国给抢走了。那你说中国大陆驻美大使秦刚，他去看了我们昨天在讨论的那个底特律的车展，他看了以后呢，特地也警告了全球电动汽车产业链是存在与大陆脱钩的风险，强调中美两大经济体利益是相互交织，还强调如果有谁想干预甚至是搞破坏的话，那可就不会有赢家的了呢。来，这个介大使。对，我是觉得基本上啊，美国基本上这个啊，逆全球化行不通的啦。嗯，基本上逆全球化行不通的，而且说实话，这个世界啊，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供应链啊、市场这样子切下去的话，你美国也不是对手。嗯，你只有害了美国的这个啊整个产业的发展，而且美国过去啊，你要把美国回过头，你现在还有就是一个汽车工业，而且你也落后。你真的要去把它这些产业啊，变它现在好，能够跟进口的车子啊，尤其中国大的车子来竞争的话，对，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那最后你就怎么呢？你就是你的车子在里面靠你的美国市场，就靠补贴嘛。嗯，你现在不是有补贴吗？嗯，你知道长期补贴的结果是什么？长期补贴的结果就是把你的整个的产业一直给它吃什么？吃迷幻药。它的竞争力就完全垮掉了。你一定要记得，所有的企业它一定要接受市场的考验。温室里长不出哈，温室的花朵一到那个荒野就完蛋了，这个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学的铁律啊。我不晓得拜登现在是到底在想什么，什么都要靠保护，什么都要靠排斥人家，把你的市场关得紧紧的，然后还要去别人市场修理别人，这种做法对你自己本身的企业一点都没有用。你说 Detroit 的车子，他们啊，说实话用这种方法保护了美，保护当时跟日本人也是用这个方法。你现在美国的车子，你能卖出美国吗？你出了美国，你看到美国的车子吗？基本上没有，只有中国大陆还捧场，什么别克车子在那边还很受欢迎，凯迪拉克还是很受欢迎。你去欧洲看，看不到一点。我们台湾市场看不到美国车，为什么？对，没有竞争力啊，他根本不晓得外面市场的需求，就在国内一味保护。所以现在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我觉得拜登已经是贸易保护主义里面的一个教主了。这种教主最后他只会害了美国的产业，他不会害到别人。但是美国现在的问题多了呢。现在呢，日本媒体说美国出现三大泡沫了，分别是美国股市、房地产还有科技创新，而且呢是出现了2008年9月雷曼级的危机信号。那当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他也知道美国现在经济麻烦了，还说冬季油价可能飙高，但仍对美国经济可以避免衰退保持着希望。一个财政部长告诉你说，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经济不会太差哦，是这个意思。你看他说经济希望能达到软着陆，那到底是会怎么样呢？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呢？叶伦可不可以预测一下呢？可是我们也很好奇了，叶伦预测的准吗？讲通膨好像不太准。黑天鹅有一书作家，他叫泰利布，他说美国的经济其实已经陷入衰退的观点，所有的股票本益比都会跌，所以呢现在看到的几乎你很难看到什么好消息。赖老师，美国的经济确实出了很大的病啊，很大的问题。我想所有过去拥有美元然后有外币存款的人都知道，美元在前段时间它的利率跌得实在太低了，跌到快要到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请问谁还把钱存在银行？是谁不向银行借钱？所以房地产的泡沫，然后基本股市的泡沫，难道不就是因为它的银行利率太低吗？然后再加上疫情来的时候，美国拼命的印钱，拼命印钱，很多尤其大陆已经一直在提醒美国，说你不能这样印钱，这样对你会有伤害。好，结果还是拼命印，因为每一位都是政客嘛，从川普是政客到拜登都是政客，拼命印钱的情形下，那钞票印那么多，怎么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呢？通货膨胀已经呈现出来了，通过3%到5%的时候，大多数已经通货膨胀了，还去刺激中国，去刺激
俄罗斯，去搞得俄罗斯跟俄乌产生冲突，好像这样子可以获得战略上的利益，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每个部门各行其事，每个部门玩个人的，结果呢，俄乌一冲突，能源价格一飙涨，物价涨成这个样子，物价涨成样子要把它压下来，要压下来怎么样？升息缩表，这一升息一缩表，房地产跌，股市跌，然后整个股市一跌，你科技的创新股资金就少了嘛，资金少了，你研发的费用就少，你聘用重金聘人才的费用就少，你整个研发的设计就没有，你创新能力也没有，然后你怎么不硬着陆？所以我觉得叶伦讲的这个是什么话？希望是软着陆，希望，但是只能存于希望而已。那你这个美国怎么弄法？而且他还说，冬天来的时候能源会涨得更高。对呀，然后你看哦。像这光是美国还要继续的升息，我看到 Mark Mobius 这个新兴市场教父哦，他说 Fed 的利率要拉到9%才能够杀死通膨哦。好，那大家就等着看。不过英国现在问题也很多，我看到一个数据哈，也是觉得非常的惊人 ，CPI 年增率7月提高到10.1%，40年来最高。英国一部车加满油要花台币1.7万哎。然后英镑是37年来的新低纪录，你看哦，10月1号起，家庭能源账单上限要调涨80%到台币13万，哇，亮哥，这真的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改骑脚踏车嘛，改骑脚踏车，不然怎么办呢？对不对？不然就坐火车啊，这个没有办法了，因为英国的通膨有一些比欧洲还要严重，这个。我认为对欧洲基本上也不用期望那些领导人了，因为你讨论他提出来的招数啊，因为那个前提不变嘛，就是俄乌战争他没有办法阻止，所以就开始想一些昏招啦，你知道吗？是，你说洗澡一个礼拜洗3天还是洗2天啊，讨论这个有意义吗？没有啊。或者暖气可以开19度还20度，有这个有意义吗？或者中下阶层该补贴多少钱？对，就是都在讨论这种事嘛，不知道这个钱要从哪里来，要针对哪些企业课税，我们都在这边兜圈子嘛，对不对？是，所以这种只有一个解法啦，就是人民上街把它推翻了，就这样啊。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还有富含胶原蛋白，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肉质鲜嫩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